老妈，你是不是不给老爸喝酒？你说呢？但是他昨晚喝酒了，而且他还喝醉了。不可能，他不敢。那你就错了，老妈。老爸昨晚肯定喝酒了，而且还喝醉了，不然他不可能把冰箱当成鞋柜。不是你疯了，我两个星期没有玩游戏了，我要玩。面对现实吧，你是玩不了的。我去老弟，你真是绝了，这样也能玩。老爸，你昨晚喝了多少呀？冰箱当鞋柜。我现在酒量有那么差吗？老爸，跟你说个正事，老妈中午药方你不能吃饭啊。你让他罚我试试，我一拳就把你妈打回了。吃饭啊，老弟。吃个屁呀、啊！吃，一点小事也没。我是待不下去了，待不下去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有话说是吧？一个一个说。老弟，你先说。不给老爸吃，我也不吃了，饿死算了。你等等，你说话，老爸。给我吃晚饭，谁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妈，你等等，你说话了。我觉得应该轮到他说话了。还有心情玩左下角领福利的游戏啊？其实老爸，看你没吃饭，我挺心疼的。这次我打算帮你。老爸，你是该在老妈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了。我已经忍你妈很久了，我也是。明天一早咱们就回老家过年了，所以呢，老妈让你们把这些锁啊都打开，电脑拿出来玩一玩，后面回老家就玩不了了。这是老妈给你们的钥匙。等一下，十点了，老妈叫你们快点睡觉。我刚打开，我还没玩。老妈叫的。你妈呢？刚睡。去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去你的谁？我刚才说看到我钥匙，你看没我钥匙？滚！老弟，你去叫下老爸小明，我把电脑给你带回老家。伤害老爸心里的事我不会做。外加德物上给你买的表，上面大牌款式多，还保证过年活动多又划算。你们这样贴多麻烦呀、啊！我有个轻松点的办法。今天回来了，看你挺高兴呀、啊。终于回到我的小家了，我感觉这里空气都是甜的，闻闻。
这个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俩说一说咱们这个家谁的地位最高？这个我感觉，这还有感觉吗？就是我。老妈，你觉得咱们这个家谁的地位最高？啊，老妈，带你感受一下。老公洗脚。快点洗，洗完给我洗。家庭地位这一块我还是没有完全看出来。那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吸心大法。我吸，你要这干嘛？我吸，老爸，老妈这样使唤你，你有什么想对老妈说的吗？有啊。那你说。我可以说脏话吗？那不行。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你这意思就是想骂老妈了？没有，儿子。没有，儿子。儿子，没有啊。儿子，没有啊。儿子，没有啊。你话能不能好好讲？不要总是动手动脚的，一天天的，你烦不烦？家庭地位这一块，我想大家应该。等一下，在打我之前，能不能先玩会儿左下角领分的游戏？吃饱了，关点打。将爱麻木，可突然回想起了全。老爸，很多人还想看你展示家庭地位，怎么办？老爸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被老妈掌控了？他没有。有吗？你有吗？我没有。其实今天我想让你们玩个游戏，就是老妈，你能不能和老爸交换一下地位，让老爸今天做一次一家之主，让他感受感受，怎么样？老妈，刚刚说的游戏能玩吗？可以啊。那行，老爸，从现在开始，今天一天你就是咱们家。开什么开？我开了，给我倒热水，快点！我不玩了。看到没？刚玩，你妈还不起。老弟，陪我拍个视频，拍完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也可以好好玩左下角领分的游戏了，就是这个视频。你打我行，但是你要打我兄弟，那你就别打我。你打我行。现在都开始锻炼身体了，不是啊？是不是老姜没有网给你无聊了？我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壮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打残你！啊啊！老弟，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觉得我和老爸谁帅？那还用问吗？你说。老爸。那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？丑的要死，滚！老爸，我给你看看东西，你别冲动。冲动是魔鬼，放心。老爸，丑的要死，我要打残你，滚！哟，老爸，
一起锻炼。老爸，咱们老家电脑不是没联网吗？你去和老妈玩个游戏，我帮你把电脑连上网。别相信他，老爸，你知道他上次给我电脑连什么网吗？这就是他给我电脑连的网。但是这次我是花钱请的专业装网师傅。快，装网的师傅来了。师傅，这干啥？装网？你们不是要看电视吗？不是师傅，我要给我电脑装宽带，我要上网，我要玩游戏啊！我装国的，你们要装宽带，你们找我搞什么？今天谢谢师傅啊，这是安装费。你这给多了。没事，师傅，今天我高兴。谢谢啊。装网装成锅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不行的话，你们就玩左上角你分类的游戏。